是我的眼呢，又是我了。安算了，欠你莫是没放电话。咱俩嘛想去啊，俺还是无赶紧哦，让伊心情较好嘞。咱以后日子哦，拜鬼。你有新欢都袂给我这个旧爱啊？还是讲你伫现任女朋友面头前都无想我这个前女友？因为我遮有一挂足精彩的相片诶，互你做一个哦，专台湾最美的贱女人。唔知高中敢有介意吼？我那是团好一看哦，一定足好耍诶。传出去啊啦！当演员甲咱偷翕相片啊，而且会甲相片传到 Kenji 啊。好，我知影，我伫附近，我去处理。Kenji 已经要等于办公室啊，你倒位？你哦，准备和人俩去浸池啦。Ken，你不爱我我，没有我的爱丽丝。生命的危险是你把我的开包也看在眼里，对不对？长俊这个人交友有点复杂，就不要随便选边站。我才没有嘞，我才没有。哎，你们好，苏大，我也可以帮忙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是很喜欢你。身高体重有没有车有没有房？我老婆来了哦，现在立刻马上去换衣服。没有想到你的马来西亚这么重，那你为什么要坐推车啊？你离那个叫 Canary 的越远越好。才发现你让我笑天张浩杰哦，原来是爱情把我叫醒。Surprise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